资金春晚的 Hola Medica 入口处，我们向右50米。这里是瑞典卡罗林斯坦医学院学生会的所在地，2009年第一届资金春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真的吗？已经10届了。那必须要参加。我们觉得特别精彩。那是我们自己的节目。是今年的新生，但之前有听说过咱们的资金春晚，所以我今年一定会去看。春晚呢？春晚不就是拍张照，发个朋友圈，记得给我点赞评论哦。啊？啥是资金春晚呀？资金春晚就是一道我们学生自己操刀的年夜饭。资金春晚就是中式大 party 呗。说到春晚呀，10年前就是同学们在一起热闹一下，今年10年了又来参加春晚，感觉格外的亲切。10年了，瑞典华人已经离不开资金春晚，它已经是我们的一个习惯了。是让我们忘记漫长寒冷冬天，忘记离家千里的遥远，找回归属感的地方。资金春晚啊，是我们的一种情怀，一个念想。离家再远，也要把根留住。资金春晚是祖国和留瑞学生学者联系的纽带，也是广大留学生学者对祖国深切的爱。您的春晚越办越好，层次越办越高，我为你们感到由衷骄傲。不是专业，正是专业。资金春晚是我们促进人文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我很高兴与大家一道参与了5届春晚，资金春晚因你们而精彩。我参与了资金春晚前5届的组织筹备工作，主要目的是为了凝聚中国学生学者，在漫漫冬季为大家打造一台文化大餐。资金春晚给资金的学生学者们提供了一个放飞自我、展示才艺的舞台。10年资金春晚就是我的青春日记。好，我们现在开始。因为资金春晚，我学会了表演昆曲，我又登上了高大上的舞台，和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我们也是年轻人啊。那不就是一年当中可以光明正大看妹子的时候？开场舞这么多姑娘里，我一眼就只看到了她。感谢资金春晚，让我遇到她。资金春晚啊，带给我满满的正能量。比如我参加的第8届春晚特别节目《岁月峥嵘》，春晚就是我们在四大化学楼排练古典舞的日日夜夜。春晚就是每年没看到这些演员表演，没帮我专心发 paper。春晚就是一群人在一起做一个人做不到的事，有些事是不得不做，没有人推着你做的。这不就把我从幕后带到了台前。就是一个忘记 deadline， 抛开 assignment， 尽情 happy 的地方。资金春晚就是我漫漫长夜复习中最大的期待。如果还有
那就是回家。Thank you.
溪流竹叶，丰年盛世明昌派。犬县梅花，春风吹来花满园。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尊敬的各位嘉宾们，华人华侨同胞们，瑞典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第十届斯德哥尔摩中国学生学者春节联欢会的现场。我是卡洛琳斯卡医学院的王继京。我是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宋子胜。我是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王秋晨。我是卡洛琳斯卡医学院的谭帅。我们给大家拜年了。新时代的中国春回大地，山河瑞气深。新时代的中国春深似海，日月雄风舞。新时代的中国春色满园，同唱千门喜。新时代的中国春意盎然，共传万家福。十年春晚，十年盛宴，十年祝福，十年陪伴。在这冰天雪地的北欧国度，总有这样一群人怀着赤诚的热情，每年给所有在瑞典和斯京的华人同胞，以及所有喜欢中国文化的国际友人们，奉上一场原汁原味、蕴含温度的中国春晚，把远在祖国的新春问候送达每一个海外游子的心间。在这喜庆团圆的日子里，我们再次与您相约斯京春晚，用最盛大、最隆重、最真诚的节日欢歌来表达对所有华人同胞的亲切问候和对伟大祖国最美好的新春祝愿。刚刚走过的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全球瞩目，全民振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蓝图，指引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启了新时代。在刚刚走过的2017年，海外游子与祖国母亲心连心，血脉连，身处异国他乡的我们更能深切地感受到祖国的温暖和力量。一带一路的朋友圈正把我们同世界更加紧密地相连。金鸡辞岁，瑞犬纳福，让我们带着此刻的幸福和满载的收获去期待一个崭新的春天，祝福新时代的中国筑梦启航。第十届斯德哥尔摩中国学生学者春节联欢会现在开始。让我们首先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王国特命全权大使桂从友先生为我们致新春贺词。有请。就一句话，心情太爽了。我要再次呼吁各位学生学者，各位亲爱的学生学者，各位亲爱的侨胞，各位亲爱的瑞范朋友们，过年啦！那么在这个中华民族传统春节到来之际，我们迎来了第十届斯德哥尔摩中国学生学者春节联欢会。在此我谨代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全体同事向在座的各位朋友，并通过你们向在瑞全体学生学者，向你们远在祖国的亲人致以亲切的新春问候，向热情参与本届春节联欢会演出默默奉献的所有在职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祝大家狗年复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来瑞典工作5个多月，很多人经常跟我提起斯京春晚，可见斯京春晚的影响是多么的大。
也说明大家对诗经春晚的喜爱、期待和向往。诗经春晚至今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我们常说十年树木，在广大学生学者、华侨华人、中资机构的共同努力下，这棵十年前的小苗已经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它集中展现了我们广大留瑞学生学者团结向善阳光的精神风貌，同时也为促进中瑞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注意到现场也来了不少瑞康朋友，我对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让我们共同期待第十届学生学者春晚带来的精彩节目和欢乐时光。同学们、朋友们，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我国极其不平凡的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宣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从现在到2020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2020年到2035年，我们将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那么到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波澜壮阔、催人奋进的时代，这是一个建功立业、大展宏图的时代。祖国和人民对海外学子寄予